那你录着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放心吗？那录像吧，免得等一下拿。我帮你录着嘛，我帮你录着。所以也是真的。免得你说不清楚，知道吧？我要走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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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。他没穿衣服，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没穿，我们也不能脱进医院给他呀。别哭，报警吧，报警。 你先别动，你先别动，你先别动，别害怕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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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怕。老人呢？衣服我们都没有。多大年纪啊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别动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啊？什么？要不你随男的拖进衣服给他吧。像女的，穿衣服的。那个人呢？他在靠近北院，靠近跳进去了没？你先穿进。 把你弄出来吗？小人是男的，我不是小人，背着女生的吗？是啊，女生帮着忙吗？箱子里面，对。那这是怎么搞的？老婆，老婆，你站开嘛，给他一个人弄嘛。好好好，我在这等着。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好好好好。我刚刚听他那里说有个人。怎么了？刚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里面叫。这声音啊。然后那个人就跑了。然后我就打幺幺零。对呀，看到看到。 打幺幺零，打幺幺五，这里等。是小孩子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这箱子里面有个人，被他们打了，他们那种人看着吧，应该是。小孩吧？男士转个，你先转。好了，好了。